车的车站。首先这里呢是它在它跟上次一样也是在煎蛋，然后呢这一次这个人都有换，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就没有换而已，然后呢这他因为我找到背巾了，所以呢我就把他的背巾挂在他身上让他背起来，然后这次有杯垫啊，然后饮水机、牛角面包、奶瓶，然后呢这边医院呢，这本来是那个车等车的地方，然后呢可是呢小明把它换成那个加油站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加油罐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加油的先生，然后我就没有换，然后呢这个是我妈妈，这个是我，然后呢我们就是本来因为我扣不上去这一个，所以我妈妈就帮我扣了。